时均为数名常见的住房形式，而后所创建的两座楼主体依照现有之建筑变迁痕迹考察，当时营造应是使用原本的举头及前院空间，并且改造前坡屋面的檐廊部分，使旧有正屋与新建洋楼空间可以相衔接。这可能是最早的就有闽南式五座之部分空间改建洋楼的做法。我第一次回来家乡的时候，看到两座楼那落魄的样子，心里是非常难过的，也觉得非常可惜。我当时是
Thank you.